农委会，好，副主任。徐委你好。好，那个我们政府啊，奖励平地造林啊，然后从这个办理到现在，一共付出了多少经费啊？是不是麻烦提供一下吧？时间扣一下。详细的经费我要再查一下子哈，但是这造林的成绩是已经有显示出来了，是不是经费我详细的历年来经费我累计一下再跟委员报告嘛？从哪一年开始？92年，九十一年开始，九十一年开始做，那现在已经十年了。对。那每一年大概有多少钱？每一年的经费呢是编大概10亿左右呢，在做造林的工作，全部的造林的工作。10亿，全部造林的工作。十年大概100亿了。包含山坡地，包含平地的造林。好，那这100亿当中啊，台糖拿走了多少？台糖的面积，台糖面积大概算算钱呢、啊，拿走了多少？对，那个部分我要再精算一下子，我这边的面积是3400公顷。3400公顷。你看那你奖励平地造林，结果他农地不农用，农地来造林，是，哦，他为了这个拿这个造林的钱，配合你们造林的一个绩效目标，所以划良田为造林的林地，人家住得好好的，承租得好好的，哦，30-40个人这边工作，种得好好的。人家该建设的基础设施、水沟啦等等啊，弄得好好投资下去了，结果台糖为了配合你们的平地造林，要把人家，好、哦，撤除这个租约，把人家这个好、哦、拆田还地，就是要配合种林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创造失业，好、哦、破坏农业。这是农委会的目的吗？跟委报告，张志委员有执行的，我们也要求台糖公司对于这个人民已经承租有案的部分呢，不要拿出来做造林，来维持他原来的这个耕作。如果是绩效良好，造林都是好事啊。如果是绩效良好的，没有人反对啊。但是造林优先顺序，看哪一些地优先来造林，不是一个造林两个字下去，那变成有办法的拿得多，他优先顺序，好、哦。就乱掉了，他应该他是一个这个肥沃的良田，怎么拿来种树呢？不是荒废的土地啊，是大家抢着要去耕种的土地，都租的好好的，种的好好的，是要把它赶走。我们当初立法的原意是，当然立法原意不是这样啊，但是你执行的结果偏差的是这样离谱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跟台糖公司来本末倒置啊。我们当时找的是台糖的边际土地，就是说对啊，那什么叫边际土地？哪有边际土地？是，所以这个部分，处处都是良田啊，只是他不懂得经营啊，所以良田废弃就变成这个所谓的边际土地，哪有这样子？所以真的很可怜啊，台湾啊，好好的被搞得乱七八糟，山地不造林，同山灼灼，平地良田要把它造林，其实是短暂的啦，给你10年20年还是砍掉啊，以后他重化以后要盖房子要砍掉了。好、哦，那怎么老是做这些非永续的破坏资源的工作呢？所以我们台湾呢，为什么穷，全民贫困化，就是这个政府太糟蹋资源了，在破坏资源了。好、哦，那农委会责任重大，是这样子。来解释一下。谢谢徐委员您这个指教哈，我想台糖的土地。如果不是边际土地，没有必要。将来我们可以不接受他这样的一个。那你要有个规范嘛？对，现在你有个标准嘛？你讲的对，因为我们觉得像办法了没有啊？良田这些、啊，他申请你就给啊。所以您提出来并没有一套审核机制啊。您提出来了，我们会觉得说好这个你的办法哈、哦，给我们委员好不好？你办法弄出来以后，好，谢谢。这个重点的哈、哦，再来就是有关山地哈、哦，这个林地啊。长期承租，有些在那边已经安家落户啊，好、哦，安家落户，你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，
财务房地，人家有些是100年以上的，早期是祖先就住在那边的，结果他现在还是承租，好、哦，这合理吗？这公平吗？你说、啊、水土保持，100年前就在水土保持，反而有人住的地方，有人管理，反而不见得是破坏水土保持。你不理他，好、哦、让他这个野溪漫流，反而呢这个破坏水土，相这不一定的、啊。好、哦，这不一定了。烂捆当然是破坏水土保持啊，但是呢，住了100年以上，到现在没有所有权，好、哦，所以该投资他不敢投资嘛。现在土地那么贵，如果你给他合法一个可以永续居住的条件，他反而帮你水土保持啊。从这个观点，你说不是吗？所以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，不要简单几个字就通用。所以行政在规范的时候要细腻，才能落实，才能有效，对不对？那山林的这一个管理，很多技术性的问题是很细腻的，隔了一条溪，土质、地形等等不一样，办法就不能一样，对不对？这边准种这种植物，那边就不能种那种作物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从来没有这样细腻去规划过，这才是问题啊。那专业留着好、哦、没有用啊。博士没有到实地去勘察了解，博士没有用啊，专业没有用啊。所以啊，这一方面呢是执行上的问题啊，才会这样。好、哦、那大家怪说啊，这个农委会啊，官员啊，好、哦、人模不张啊等等，没有那么严重啊。但是马虎随便，没有落实却是一个事实啊。这个土的东西啊、哦，哦，真的就是要这边看呢，像防洪一样呢，要站在第一线看那个水怎么流哎。好、哦，八掌溪事件，就是外行人在当场，内行人在当场可以救起来的，2个多钟头绝对可以救起来。结果就这样弄了国家的这个防灾救人的一个大笑话。好、哦，所以、哦、台湾哦，太多我们要检讨的就是这个实务上的落实的问题，落实题。我看随便讲一讲就漏洞一大堆，造林很好的目标啊，很好的理想啊，结果一造的话，哦，得不偿失，本末倒置。你看台糖拿你的钱就是政府补助嘛，补助一个经企业经营失败的，然后以民争利，结果还破坏良田，创造失业，你看多让人多心痛，不是国家没有资源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国家的20兆的这个公共债务哈、哦，是5兆的潜藏债务，5兆的，好、哦、这个好、哦、显象的这个债务，很多都是浪费啊，不应该这样的。所以啊，你们这个农委会这边哈、哦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没办法好、哦、提了很多，但是我在地方这样了解，一看就知道这边该做什么事，该做什么事。好，再来，这个你道路在开。山上也在开路嘛，产业道路等等在开啊，但是你这样一开路以后，整个地形地貌还有土地分配就破坏了，那人家要求跟你换地，我的土地被你这样一开路，结果那一边路的那一边剩下一小块，路的这一边一大块，那我要做这一小块呢，好、哦、没有意义，那也要管理，人家要求你跟他换地。这个土地的分配合理化，那边的地换到这边你的工地来，那一边前面都是给你们林务局，这一边给我私人，连换地的要求、以地易地的要求，让这个土地的利用变成更合理化，你们通通不准，这是什么懒惰？法令是有的，我当过市长，法令是有的，给人民方便，只是手续问题、测量啊等等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哦，这官僚呢？为什么这样拖懒呢？类似这样，你公开情况下可以行什么管道申请，一定办，好不好？具体的案例我来了解一下，以后我们来。台南啊，龙旗啊。对。哦，真的，他们真的说合理嘛？我不跟你拼呀、啊！我没有增加的土地，我没有烂捆啊，那是本来我的土，我私的土地啊，只是你这个水沟一开辟，哦。产业道路一开辟，
破坏我的完整性，变成切割。那我希望说，以地易地把它换，把民间的换到这一边来，通通可以耕种，对你的水土保持，对你土地的管理，反而更有效、更方便。结果你们不要，那不要他稍微一不小心业界就要罚他，就要抓人，怎么搞得这样子呢？那我在上会期啊，也给你们这个公文啊，你们有办啊，现在还是隔在那边啊，所以政府的效力到哪里去了呢？诚心诚意面对人民的需要，讲道理，依法行政，科学办事，诚意待人，台湾美丽宝岛，大家很好过，对不对？不会像现在这么争议这么多，纠纷这么多，冲突这么多，痛苦这么大。你看多少农民啊，哦，算百万的哦，跟你们有关系哦，是不是上百万？你们处理好那一百万，都会安居乐业呢，而且帮你水土保持呢，帮你把土地照顾好呢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以上啊，这三点啊，这个啊检讨呢哈，如果有所作为的时候，给我说。